夏佑，怎么了？又看见了？要是这些药都没有用，不如我们……我已经好多了。别害怕了，这些都是不存在的。 夏佑，怎么了？又不舒服了？我又没关心你。谁要你关心啊？这个神道教授又出来砍大山了。这是我们道高所，还真是他，无法感觉他。哦，哎哦！当然了，房间也会有一些通灵的方法，比如说清笔仙呐、碟仙呐。 等等等等，但这些呀、都不够专业，要相信科学。听说玩笔仙可以看见鬼，哼，我还真想看一眼夏佑能够看见的东西。不是吧？你还真信这怪老头？夏佑，就一次。 说玩笔仙可以实现召请者的愿望，但是也有很多禁忌，不可以在凌晨12点玩。中间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可以松手。啊，还有，请玩笔仙，记得把他送走。
笔仙，笔仙，你是我的前生，我是你的后世。若有与我续缘，请在纸上画圈。笔仙，笔仙，你是我的前生，我是你的后世。若有与我续缘，请在纸上画圈。笔仙，笔仙，我就说嘛，没劲，怎么可能？笔仙，笔仙，是你吗？佩姐，啊，是你动的吧？啊，谁先提问？不是不是，刚才一定有人动了笔。我没有，根本就没有什么笔仙。你真没意思，这个游戏就是自己吓自己。我们还是别玩了吧。笔仙，笔仙，请告诉我，班长是不是喜欢小一？是你往这边掰的吧，臭不要脸，咱们还是别玩了吧。老娘就是笔仙，可以吧？那我还是王母娘娘呢，这游戏一点都不好玩。还有没有更刺激的？哎，你们听说过死亡视频吗？哎，还真有这事儿啊！当初在我们学校里边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听说还死了不少人。我知道有个地方可以看这个视频。这个视频真的害死过人吗？那就不知道了。不过看过这个视频的人就会有怪事发生。是要给夏佑惊喜吗？噔噔噔噔！哎，又来这套是吧？老套路，能不能换个新的呀？就是，诚意呢？干什么呢你？不跟你闹了。你看，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，今晚要不要去嗨呢？嗯，好呀，来呀，嗨起来！我也要去。走吧。快毕业了，想好做什么了吗？其实都没有关系啊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我们啊是最最好的姐妹嘛。夏佑，其实我们从小就……干嘛呢你们？哦，把你的夏佑姐姐借我一小会儿好吧？就一小会儿。啊？就一小会儿啊。
大家静一下，听我说件事。四年前，我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她善良、可爱。我为了她骑着单车绕了大半个校区，就是为了假装和她偶遇，然后送她回宿舍。我为了能和她一起去学校的大礼堂排练舞蹈，特地去报了舞蹈培训班。现在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再也没有机会可以见罗同一起去但是他是怎么了声音小友，你没事吧？小友，请你答应我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那我先进去了。好。你还在啊？我正准备走。要不进来坐坐吧？不用了，我先撤了。拜拜拜拜。早点休息啊，拜拜。哇！放这儿了，谢谢亲爱的。衣服给你放这儿了，知道了。衣服给你放这儿了，知道了。放这儿了。你倒是唱呀，你唱呀！小姨，是你吗？小姨，是你吗？小姨，是你吗？小姨，
文文，我把衣服给你放这儿了啊。我把衣服给你放这儿了啊。文文，我把衣服给你放这儿了啊。文文，你们是他朋友吧？是的，是。就我们初步侦查，排除了他杀的可能性。你们自己在外面也要多注意安全。领导，已经取证完毕了。嗯，好。有什么事记得及时报警。好。亲爱的，你饿了吧？还差一个汤就可以开饭啦。你说文文的死是不是因为看了死亡视频他才……那天文文回去拿手机，我好像看到了文文在看那个视频，我怀疑……你什么意思？你是想说是我打开了那个网站，是我害死了文文？我没有。文文的死是不是因为看了死亡视频他才……小一，你没事吧？
今天的事你别放在心上，能跟你视频聊会儿吗？说看了死亡视频的人会莫名其妙的死去，你说这是不是真的？我怀疑文文的死夏佑夏佑怎么了？怎么了啊？好像看到了一个红衣服的女人，是小姨的电话。喂，小姨。夏佑，我做了草莓蛋糕，你们过来尝尝吧。小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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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一。小一。
小一，小一。小一，小一。小一，快离开这里！好，啊，大家看看这个啊，几年前啊，我用这款通灵设备成功的把人送入到啊另外一个次元的世界，因为这个事啊，我也多了不少的迷弟迷妹。灵魂啊是一种赫兹拉能量，当赫兹拉达到一定的指数啊，就会形成恶灵，也就是你们常说的厉鬼，大家不要害怕，也不要担心，
这是我这两年研发的一些新的探灵设备，大家看看这个啊，这可不是普通的溜溜球。当球体快速转动的时候啊，会吸收周围的磁场能量，并形成它特有的磁能量体。大家再看看这个啊，我给它命名为生命磁场探测仪，它可以探查你身边的能量磁场，跟着这个能量转动，就可以找出灵体的位置。而这些呢，都还在不断的完善中啊。这个酒店呢，装修的也太豪华了。教授，请你帮帮我们。快跟我回实验室。哦。啊，来，请进。这里啊，就是我的实验室，随便参观啊。小翠啊，来，准备开始。啊。哎，请坐。哎，你们坐好啊。注意摇动频率。嗯。好，慢点。线插了吗？笔仙可以实现召请者的愿望，千万笔仙记得把他送走。游戏还没结束，佩姐，快找笔和纸，请笔仙，快救我们！笔仙，笔，
快叫！
正在吸收笔仙的能量，不能让他得逞，快阻止他！快！ 你们现在安全了，只要他在这个设备里待上七七四十九天，便可以完全消融了。都过去了，我去给你做点吃的。 当初在我们学校里边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听说还死了不少人。这个视频真的还死过人吗？ 你们听说过死亡视频吗？
文文的死，是不是因为看了死亡视频？夏瑶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一点的把你从我身边夺走，你说他们该不该死啊？从小到大我们一起长大，上同一所学校，穿同一件衣服，为什么他们可以夺走你？为什么？对呀、啊，这个恶灵没了。
夏佑，夏佑，夏佑！对不起，我们失败了，让那个恶灵给跑了。刚才，笔仙带我去了个地方，好像要告诉我什么。我想笔仙一定有他的目的，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吗？之前夏佑梦境里那个图标，我找到了。我向笔仙告诉你这些啊，是为了让你给他解开某种封印。我们一定要在天黑前找到那个地方，在那个恶灵找到你之前，把笔仙给释放出来。笔仙目前呢，是一个不完整的能量体，把它释放出来，一定可以对付那个恶灵。教授，夏佑天黑就要死了，咱们还是快点吧。闭上你的乌鸦嘴，嘿嘿，坐稳了。走前面。哎，好像就在这里啊。奶奶，这个给你。走。我们分头找。跟我来。快来这边！啊！我们抓紧时间，笔仙一定在里面。来，把棺材打开。来，快来！
二。我先去抵挡一阵子，你们快把钉子拔开。来吧，看我怎么灭你。无敌电光火石溜溜球。不好意思啊。火石射灵枪，快点交手！看我的！看我的！
这么牛逼的场面一定要记录下来，相机拿来，快点快去。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吸收了那些被他杀死的小鬼的能量，女性恐怕很难战胜他。快！
你快躲到那边去，那边安全。Hehehehe
封住了，封住他了，太好了，终于把他封住了，封住了，我们安全了，太好了。夏佑，你现在不需要这个了，你已经完全康复了。现在的你才是真正的你。夏佑，一直以来，只有佩杰才是你唯一的朋友。文文、小一都是你幻想出来的，他们只是你儿时喜爱的两个娃娃。来，文文吃蛋糕。佩杰和我一直都在帮你脱离幻想世界，所以这次的治疗，我们把他们从你的世界里清除。当然，这里面也包括我。以后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啊，就让文文、小一陪你，好不好啊？好了好了，没事啊，好了。人在自己心里创伤的阴影面，总是会本能的做出一些联想，更严重的，甚至会从潜意识里钻出来，从而影响到控制人行动的表层意识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是要克服这个抵抗。什么抵抗啊？把潜意识的欲望转化为意识，或者说弥补潜意识的创伤。但这个不可能完全弥补。弥补不了会怎么样？活在自己快乐的幻想中，或者活在痛苦的真实中。我就会拿诺贝尔奖了。你看啊，这个是探测封印仪，哎，这个功能啊是很强大的。夏佑，行吧，走啊。傻丫头，人家说什么你都信，你智商不在线啊你。